餐饮的脾气抽掉，会不会比较被明了？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，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柔软变成带俗气的事，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，尽管叫我疯子，不准叫我傻子。虽然去拼凑我们的故事，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，当谁想看心碎的方式，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柔狠变成带俗气的事，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。